大家好，这里是欢总的宠物视频，接下来打开我们的 BGM。这次呢，我是想问快递小哥啊，为什么老是把我的名字写成右脏？我们先检查一下快递吧，快递小哥也是够了，为什么老是把我的名字写成右脏？这是一个来自北京的一个快递，好像不是我买的，应该是小伙伴寄给我的。那我们来看一看里边到底是什么吧。查了半天也不是我买的魔方什么的，打开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的。新派宠物买的什么？椰砖，小伙伴送我的椰砖，我打开来看一下吧。这泡泡纸卸妆的，哈哈。很奇怪的一个椰砖，我打开来看一下吧。好可爱的椰砖啊！为什么还要用泡泡纸呢？是多少的？我看一看啊，说明书。6.12块，新派宠物店。小伙伴送我的椰砖，我去问一下是谁送的啊？我会把赠送者的名字标注在简介里的。这是啥呀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